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流量演员加大 IP 全崩，赵丽颖加王一博救不起有匪，竟双成崩。这几年特别流行流量主演加大 IP 改编的古装剧，似乎这两个要素加在一起就是爆款公式。但只靠着演员和大 IP 的知名度炒作，没有好好专注在剧本品质上，结果就是烂剧频出。而观众已经进入冠剧疲乏期，对剧情、制作质感、审美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导致这些流量主演加大 IP 改编的古装剧再无法复制出爆款。同样的套路，同样的剧情，同样的烂演技，让人再也提不起兴趣。以下九部古装剧流量演员加大 IP 改编全崩，赵丽颖加王一博救不起有匪，胡珠夫人也崩。流量演员加大 IP 改编古装剧一，李易峰、陈玉琪竟双成。李易峰和陈玉琪主演的古装仙侠剧竟双成，为2022开年首部 S 加重磅古装剧，是李易峰继《青云志》后再演古偶，所以关注度非常大，首播网播量就破亿。虽然流量高，讨论度高，但评价却非常差，因为又是一部靠着人气主演和大 IP 改编炒作话题的陈腔滥调公式化古装剧，剧本和制作毫无诚意。现在的观众对剧情、制作质感、审美的要求越来越高，以前那种老套路的剧情再也满足不了观众。而《镜双城》就是一部典型的古装偶像剧，除了剧本问题之外，制作拍摄也非常没有诚意，磨皮过度的滤镜超级没质感，打光不好好打，光靠后期美颜，最后每个演员都变成白月光。还有就是李易峰和陈玉琪的演技也不过关，眼神空洞无光，两人毫无 CP 感。一般如果剧本糟，那就要靠主演的 CP 火花和演技撑场，若是连 CP 火花都没有，那就肯定崩盘。流量演员加大 IP 改编古装剧二，杨幂、陈伟霆、胡珠夫人。2021特别多流量演员加大 IP 改编的古装剧，但几乎都崩盘，包含杨幂继扶摇后再演的古装剧胡珠夫人。杨幂早前凭着古剑奇谭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称霸古偶界，后续就不断用同样的方式想制造爆款，但如今的观众已不买单。胡珠夫人虽然收视表现达标，网播量破40亿，却完全不到爆款的标准，仅仅是靠着人气主演炒作话题，剧集本身的效应不大。胡珠夫人和镜双城都是腾讯出品的 S 加古装剧，腾讯这两年特别喜欢制作流量演员加大 IP 改编的剧集，可惜如今市场已经逐渐在变化了，这以往被视为爆款公式的制作模式难再成功。而胡珠夫人的制作品质比起镜双城好一些，特效还蛮精致的，奈何剧本实在不给力，杨幂和陈伟霆的化学反应不强，无法吸睛。流量演员加大 IP 改编古装剧三，赵丽颖、王一博有匪。曾创造连续6年出爆款剧的赵丽颖也在古偶剧遇滑铁卢。有匪是改编自 Priest 小说有匪的超级大 IP， 且是赵丽颖产后复出首作，更何况还有超级顶流王一博，这部剧双顶流配置加上大 IP 改编，在上档前就炒足热度，可以说是几部 S 加古装剧关注度最大的一部。奈何赵丽颖的爆款体质也就布了烂剧情。有匪上档初期还被吹捧是小说神还原，但还原的似乎只有两位主角，其他故事情节被改得面目全非，后半剧情无聊透顶，武侠斗争不够就撒糖，撒糖又撒不到位，不少人最后都弃剧。重点是赵丽颖和王一博也没什么 CP 感，赵丽颖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百搭体质，而且还非常旺福，基本上和他合作的各种类型男星都能产生化学反应，不过这效应似乎没有体现到王一博身上，两人的 CP 感成为有匪一大败笔。流量演员加大 IP 改编古装剧四，迪丽热巴、吴磊长歌行。又是一部腾讯制作的流量演员加大 IP 改编的古装剧，长歌行因为有迪丽热巴所以关注度极高，本来也被视为2021最具爆款潜力的剧，可惜播出效果不如预期，累积网播量才34亿，
完全达不到爆款水平。这几部剧其实都一样，都是因着高人气主演赚饱话题，都做了大量的营销宣传，但靠着剧集本身带来的效应不大。迪丽热巴和吴磊的 CP 感也不强，基本上这种古偶剧要能火，不一定剧情要多好看，但主演的火花一定要够强，只要够强就能弥补剧本上的不足。毕竟大家追古偶剧就是要课堂，从《镜双城》《狐珠夫人》《有匪》到《长歌行》，几乎都败在 CP 火花低。流量演员加大 IP 改编古装剧舞，徐凯、周冬玉千古绝尘。又是一部腾讯制作的流量演员加大 IP 改编的古装剧，千古绝尘因为有周冬玉这位金马影后加持，所以拍摄采用高规格，特效设计是真的不错，几乎是电影大制作，砸钱砸很凶，并且腾讯为这部剧做了大量的营销宣传。但不管再怎么宣传，再怎么买热搜，徐凯和周冬玉的 CP 感就是吹不起来，两人的感情戏毫无火花，其实演技都不差，就是没有半点化学反应。千古绝尘故事挺甜虐的，典型的三生三世仙侠虐恋，剧版和原著没有太大差别，基本的甜虐情节都在，但徐凯和周冬玉的互动就是没有电流。周冬雨演的女主争议很大，角色设定和原著小说完全不一样，小说中是个天生自带气场的高傲女王，人狠话不多，登场时就以满身的优雅霸气震慑所有人，绝对不是电视剧里周冬雨演的那种弱弱的感觉，所以原著粉都觉得周冬玉毁了这角色。流量演员加大 IP 改编古装剧六，刘诗诗、陈伟霆、醉玲珑。醉玲珑评价很两极，大部分的人觉得是毁了原著小说，莫名其妙的剧情，毫无逻辑的展开，尴尬生硬的台词，角色实际智商和人设的巨大冲突，部分主要演员动不动就掉线中的演技，真的没什么亮点。但因为是刘诗诗主演的古装剧，关注度高，网播量冲破123亿。而醉玲珑的服化道也被吐槽，诡异的头饰，还有梳的平平的头发，明明是部奇幻古装剧，但造型没有半点仙气。幸好女主角是路人缘很好的刘诗诗，她的气质补足了造型的缺陷，不然应该会被骂更惨。流量演员加大 IP 改编古装剧七，杨幂、阮经天、扶摇。扶摇是杨幂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之后再推的古装剧，可惜两部剧差很大。扶摇根据天下归元小说《扶摇皇后》改编，原著是个蛮负责的穿越故事，剧集前半部还过得去，但在后期感觉在乱改，尤其是结局，故事混乱，剪接乱来，穿插一堆回忆，从大对决又突然跳到男女主角 happy ending， 真的完全看不懂。再加上杨幂和阮经天的 DCP 感，让许多人追不下去。阮经天饰演的男主角长孙无极被嫌弃很惨，没有演出长孙无极的精髓。小说中长孙无极被形容为温润如玉却又腹黑深沉，但阮经天演得很油腻，气质完全不符，演技浮夸又猥琐。流量演员加大 IP 改编古装剧八，唐嫣、窦骁、烟云台。烟云台也是崩得很彻底，这是唐嫣产后复出首作，所以关注度非常大，可惜唐嫣再也发挥不出早期在古装剧界的魅力。烟云台一上档，唐嫣女主人设就成为热门话题，过度傻白甜的角色设定让人看不下去，虽然最后蜕变成霸气太后，但唐嫣没有演出大女主的气度与魅力。除了人设问题外，五颜六色的服化道也被嫌弃，剧情和成毅的长安诺很像，都是女主错过男主，男主用一生成就女主的霸业，老套的故事大家看得很腻。流量演员加大 IP 改编古装剧九，罗云熙、陈玉琪月上重火。月上重火因为是罗云熙和陈玉琪主演，所以上档前就备受关注，开播初期靠着高人气主演赚热度，但越播越默默，剧情虽然不尴尬有逻辑，但却淡如水，罗云熙和陈玉琪的火花没有想象中强，不难看但也不够吸引人。罗云熙和陈玉琪继香蜜沉沉浸如霜后再合作，是大家心目中的古装男神女神，本以为他们会很搭，但越追越觉得无感， CP 感很低，因此也拖垮整部剧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
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